Hello，各位打听家战士们，大家好啦。那今天其实是周日晚上11点半，然后我其实刚刚才忙完我的东西而已，所以准备要去睡了啦。明天就准备开始录制我青蛙镇的一天啦。那么由于考虑到要赋予我一天的真实性呢，我之前其实在我早上的时候呢，都是我提前5分钟起床，设置我的相机拍着我都在回去躺着，然后闹钟响了再起床。为了恢复真实性呢，我今天就将我 GoPro 在这边充着电，然后这个摄像机就将整个过程录下来，我是怎么起床的。那么在我睡之前呢，有很多人问到我啦，闹钟起来了，我关了闹钟继续睡怎么办？那么其实在我换了一个那么舒服床之后，我有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床真的太舒服了，起床了，闹钟响了之后真的不想起床，太舒服了。那我就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啦，我准备一个小桶，里面装了冷水，还买了一个小毛巾，所以只要一起床的时候，再还有意识的时候，赶紧拿着毛巾敷在脸上，冷水一敷在脸上，你就立即精神了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啦，我就去睡了，然后早上开启我青蛙镇的一天，我们早上见。好了，现在5点钟，你看我的闹，原本应该这个时间才刚刚起床，闹钟才刚响，但是在刚刚4点半左右的时候呢，我的朋友就打来了，打电话来吵醒我了。所以你们看我起床的时候，不是关闹钟，是回复信息，我是骂了他一顿，他来和我拿作业抄，就待会要交，他写不出来，因为确实挺难的，就是处理方向的作业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算是睡了4个小时。20多分钟，10多20分钟而已啊！因为我昨天12点多还睡，太忙了，有很多东西做，除了课以外，事业还有东西做。我在设计那个阅读书架给你们的。所以呢，现在离上课还有3个小时啦，我就在这边自习，先开始我的一天的学习的旅程。好啦，所以现在要准备出发了啦，现在其实才7点而已。那么因为呢，我有一位粉丝，但现在是我很好一个朋友，然后他来北京玩了，然后我就带他来清华玩一下了。他想吃一下我清华每天吃的那些早餐，我今天就去门口接他，他差不多到了，然后带他去吃一下清华早餐。所以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我跟你们提到自习室。总之我今天上完课之后呢，我就来这边自习了啦。来打个招呼。F1 和这个X 是没有关系的，先把它推出来。F1 是 F2 定义的这个等价，它是绝对可计的，它是满足这个毕业变换的这个条件的。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啦，这一个 DXB 完了之后就没有了，所以呢，可以这个可以把它变成这两个人成绩。那它可以对这个卷积的话，它是满足这个条件。OK， 好啦，刚上完了啦，可以了。
OK， 所以现在就要回到宿舍这边学习了。我回到宿舍带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是在那边学习，学到吃午餐，然后再看决定要不要午睡。所以现在切换场景。好了，所以我回来寝室也洗了个澡了，你看我头发也弄上来了。然后现在是10:30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来到我宿舍的自习室这边去学习一下了，可能学一个小时左右吧。然后我就和我的好朋友去吃午餐。我现在主要是预习的，我待会1:30有理论力学课，我就预习待会要上的东西。12:00，但是困死我了，只睡了4个小时而已。我先呼吸一下。好了，所以现在1:10左右了，现在就要去教室里面上理论力学了，1:30的课。VC 和 VR 平行，这个 VRI 是任意点相对直行运动器的速度。对。那么 MI VRI 求和是就是质量身上直行的相对速度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我昨天还我上次还留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？OK， 好了，所以上完课的啦，现在3:10。所以我现在要骑回寝室，就回到我宿舍那个哇、哦、完美的自习室，好开心，终于有一个自习室了。回到自习室那边学习啦，学到差不多5点的时间，我与好朋友，因为朋友在排球场打排球了，今天是没有校队训练的啦，但我们就去那边打野球呗。Hello， 所以我刚刚去取了快递啦，然后回来，那么其中一个快递呢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到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看是什么？哒哒哒哒！你们等待已久，阅读书架终于来了啦！我现在就是我助手帮我找好厂商，终于有人可以帮我定制了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和他拿来体验一下他们的品质怎么样先。我会先用一段时间，如果说它的质量很好的话，不会坏啊，然后很耐用的话，我就会正式的和他们合作啦。所以阅读书架终于来了，我待会就会使用它，然后我会使用一段时间，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使用同一款的阅读书架啦。终于 OK， 我现在先要去收衣服啦，昨晚烘干了衣服，我发现我忘了收，所以现在得去收。哎，现在哎，折腾到来都已经4点了。
啊，对啊对啊。啊，准备要接这个球。来传。来保护保护，他在我这边了，操！哎呀！哎！哦，好球！喂，开火！太靠我了！不错不错，打过去，接那不是吗？一天之中最开心的时间到来了，就是晚上还没有到七点前这一段时间，就能够安心的把今天该上课也上了，运动也运动了，就能够安心的学习了，开始美好的一晚吧。现在就要去到我的新的自习室这边去奋斗了，太兴奋了！终于我去奋斗不需要骑那么远的距离了。好了，所以回到来的啦，读到那边闭馆了，现在是11:10，我就差不多要睡了，我就练一下吉他吧，然后就练完了，练到可
可能那个十分钟左右我就去睡了，所以基本上我的一天就是这样的啦。那么呢，我这首歌呢，其实我练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法录制给你们上传上去，因为这首歌的谱太难了，我练了那么长时间我都没办法没有错误的将这首歌弹完一遍，所以我就不停的在练。好了，所以我这一天呢基本上是这样结束的啦，所以就用我这一首歌练习的过程中来结束这一期影片吧。所以我这期影片就来到这里了啦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一期见。